一年一度的限定免费景点来了 ，Tilda 每年九月是晒柿子的季节，而位于新竹的味味家柿饼观光农场也开始晒柿子啦。一大片黄澄澄的柿子园真的太壮观，现在就赶快一起来看看。每年九到隔年一月是晒柿子的季节，每到这个时候，味味家柿饼观光农场里也会出现一大片金黄色的柿子正在曝晒。看着柿子们排排站的模样，真的太疗愈啦。 A post shared by 小老鼠 XYODC 小老鼠 on 图片来源授权提供。放眼望去，一大片金黄柿子海随手一拍都超级壮观，而在园区的中间还提供了一个小梯子，让游客能爬上去拍照。出发前绝对要先清空相机，记忆体这里拍好拍满啊。 Tilda A post shared by 小老鼠1000立方公分底线 IG on 图片来源授权提供。另外园区内也提供了导览与 DIY 活动，逛一逛肚子饿了还能满买和柿饼来享用。来到这里大小朋友们都能玩得超开心啊。 Tilda A post shared by 小老鼠 red 底线底线唱小老鼠 on 图片来源授权提供。地址新竹县新浦镇汉坑里110汉坑路一段283/53号，电话0358923552，营业时间8点到18点。味味家柿饼观光农场入园参观不用门票，也没有低消，真的太佛了。来访的游客们拍美照的同时，也一定要好好爱护这些柿饼哦。延伸阅读来源 Instagram